炮跟咪咪。一群好友看电影，两人独自选座，最后一排耍甜蜜。哎呦，我们之前就约大家一起约去看电影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他来帮忙买票。我想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好，帮我们大家买票。后来进去，他就跟大家，哎，来你们六个坐着。想六个，我们八个人呢、啊，六个坐这，我说那另外两个，另外我们两个去坐最后一排，他们两个就坐最后一排，就最后去了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看的是那种限制级的。哎，难怪那是二轮吗？没有，哎，那个戏院里面啊，都有那种怪怪的味道。没错，很健康。他反正他就是这样把大家都支开，然后他们两个过两人世界。我们之前去泰国，他也是啊，干嘛一起约啊？臭掉。因为他。也喜欢大家一起，我们喜欢一起，知道吗？他喜欢一起，他出国也要揪大家，要去泰国也是，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，他们也是两个人过自己的。我们要到最后一天 check out 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哎，你们先走，我们已经自动延机票了，我们要再多留几天。”对，你们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们自己去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一起去，他们几个嘛，那时候八个人，曾丽啦，然后那个何宇文啊，那个跟他们坐一起也怪怪的嘛，对不对？哪里怪？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的那部是叫《烈狱》，那个是超级十八禁，那个泰国的马里奥，那个哦，一开始。那个露第四点那种，所以我怕说到时候看一看那些人气，看我们会有点那个会越矩，不会，对对，所以我们就赶快，我们就自己坐后面。你是怕他们对你越矩是？对对对，所以就感觉我们想要坐后面。然后泰国那也是啊，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去玩都 OK， 但是只是我们说希望说晚上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老人家比较早睡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晚上的时候还会去，我们两个自己去跑去小酒吧，比如说那个 Sky Bar， 这样两个去浪漫一下，这样，然后觉得很好玩的时候，讲说哎，那我们就不要玩，就难得嘛，多个留个一两天，然后两人世界，然后小孩又有家人顾，我们讲哎，那我们两个就多留个两天，会找时间，对，而且甚至我们在那个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连那个出国，我们都会去特别找摄影师去照相。找当地的那个摄影师帮我们照一些比较好的好的相片，帮我看看哟，你看哟，在这种所谓那种无边际的黄昏之恋，你看还有黄昏之恋哦，印度洋，印度洋，看着印度洋想着你这样，然后还会一起做这种所谓的这种放闪的动作，这样我们都会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两个专业，真的，你看这像不像那个这个双人拍的，对不对？天鹅交警。对啊 ，B 位哈，哎，这用自拍帮他拍超久，而且后面是黄昏嘛，黄昏之恋嘛。我们当地真的找专业的摄影师帮我们照。可是这渔人码头也有，你其实不用跑到印度洋，这是巴厘岛，印度湾坝那边这样照下去。可是刚刚一起去吃饭很恶心哎，你就看人家吃饭两个手牵手然后互喂，很恶心。就像这样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在珍妮姐那边，很可爱啊。对，然后就这个都要做记录，然后他们那个军训在他们的那个店里面，有时候吃不管在哪里，我们都会这样左边喂完右边喂，这样就互相让大家。是他们在练习啦，练习怎么喂小孩？这个旁边要配音呐，就女生那也要写有声音讲。董事长，我不敢。董事长，我不敢。我是怕他以后练习，说以后我老了以后，他要帮我喂。对，练习喂进食。他们两个又超爱大家团体行动。哦。连刚刚都在约说，哎，要不要十一月去冲绳啊？我心想，不要再约我出国。对啊，好像出国都只有他们。现在约你去冲绳了，下次约你去冲凉。这什么奇怪的衍生啊？要不要一起去冲凉？没有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好玩。然后，但是大家一起冲还是要两人世界，我想大家都懂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跟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你也想要说两个人偶尔就亲亲，慢慢就脱队，然后牵牵小手啊，消失了。艾莎已经觉得恶心了。艾莎，你觉得你会还找一个摄影师？对啊，我觉得太专业了。不是要记录，我们想要记录一下，就有点太刻意了。记录什么曾经美好的一切？不是，他不要大那么多，所以他要记录。哦，对。对了，因为我来日不多了，他到时候这样去拿保险也比较方便，就是说真的是感情好，证明一下这样。